我们看一下，三斤了，马上马上走了，手木给堵了，打开这里，三斤没有的，木给堵掉了，外面土木，木给堵，哎呀，我操，哇操，掉三斤，拿过来跑什么？我操，那你们看一下，我操，生的了，生的，没三斤，我操，溜不溜？拿都得拍。 怎么回事呀？两只大货跑了一只了，还有一只不上套啊！哇，又来一只了！哇，哇，哇，哇！它竟然咬到黄象一口！ 我去，哇，太牛逼了吧！再咬一口，再咬一口，哇，哇，哇，又咬一口，哇塞，哇，我去，黄象窝子呀，我去，哇，看，哇塞，哦，看见没有？ 哇塞！哇，捉住一条了，跑了！哇，哇，赶紧哇！哎，哇，到底多少黄鳝？哇塞！哇，看见没有？ 这不是黄鳝窝子是什么？哇，看，哇，大不大？多到一条。还有，哇，又捉到一条。看，捉不完了，这黄鳝简直就是。 大专爆了才行，大专爆了才行。哇，这个鱼塘钻太多了。哇，看，哇塞，已经出来了，看见没有，朋友们？哇塞，好大呀，这条黄晶晶的。看，哇塞，太黄了，直接徒手捉起。 不知道还有没有黄鳝呀？看一下，哇，还有一只龙虾，太小了，你看，黄鳝尾巴看见没有？看见没有？绝对有大货，看见没有？ 这些水草，找到了新，找到了新，找到了。
哇，看见没有？拍照。看。哇，哇、哦，哇，看见没有？哇塞，黄鳝窝子呀！哇，七八斤黄鳝没说了。看。哇塞，这黄鳝太多了吧？都是大货。知道有没有黄鳝呀？看一下有没有黄鳝。哇哇，我看见没有？哇塞，哇好黄呀！我的妈呀，这黄鳝饿疯了吧？我操！从来没遇到这种黄鳝呀！哇，看，哇，多长！看，看，看见没有？哇，直接引出来！我操！哇！看它如何进洞的，你看，我操，哇，太牛了！看，看能不能再引出来？太不可思议了！哎，怎么不出来了？钓黄鳝十几年，从来没遇到这样的黄鳝，哇，直接引出洞了！太牛了，不来了，哇，又来了！
哇！哇一只手不好高呀，一只手拍视频，一只手蹬不出来呀！我操！哇，哇塞，看见没有？足足一清呀！我操！哇，怎么办，朋友们？不拍视频算了。你看冲，啊，哇，他妈太大了！一清啊！我去，太牛了！这个洞居然能搞到一清的黄鳝，我去，太不可思议了！看。我去，太肥了！我去，好好好，今天收获还不错。朋友们，下期想看什么节目呀？钓黄鳝还是杀牛蛙、钓鱼之类的，户外打野我都会。我去，今天晚餐一顿了，一斤呀！在城里面这种野生的黄鳝，我们这里能卖到七八十呀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哇，太兴奋了！